在美国加州展出了一个生活在7800万年前的恐龙化石。这个化石呢与众不同，因为化石中有母子两只恐龙，母蛇颈龙的化石里还有胚胎骨架。带你去看看。这只庞然大物是生活在中生代的海洋霸主蛇颈龙的骨骼化石。蛇颈龙是一种肉食性、拥有四肢的巨型海洋爬行动物。加州展出的这幅化石中，一只身长 15.4 英尺的成年蛇颈龙的肚子里有一只正在发育的小蛇颈龙，而这幅小骨骼可以清晰地看到有肋骨、20节椎骨、肩骨、胯骨和腿骨。这说明蛇颈龙并不像之前发现的恐龙是由恐龙蛋孵化的。生物学家认为，从骨骼化石可以看出蛇颈龙属于群居。这次展出的化石是1987年在堪萨斯州洛根县的一座农场里出土，现由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。新唐记者任浩综合报道。